照的。还没。喂，一二三。侧边的白金，或者是后面拉背的哈。好。各位辛苦啊，向大玉跑过来，谢谢。有福了啊！哦，谢谢谢谢。哎，各位媒体朋友，今天
大家交换意见，陈董来交换意见，一遍完了之后，我们记者会马上开始。各位媒体的现金朋友和大家早。这两个月以来啊，针对组织犯罪条例以及政党法在立法院修正案的通过，外界一直对于本党的一些回应啊，颇所关注。然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张总裁的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研究讨论之后，然后我们今天早上针对政党法组织犯罪条例这两个法案的修正，对于本党的一些相关的评价以及影响，来做出最正式的回应。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修得好，但还要更好。至于他修得如何的好，我们如何让他更好，我们现在我们的记者会正式开始。我们由我们的总裁张安乐先生针对于这次记者会的召开的主要目的，我们请他向各位做一个说明。欢迎总裁。大家好，今天呢，首先感谢大家在会议中呢来参加这次的
喂，有线麦，哪有线麦给他？哪有线麦给他？声音不一样啊，又小声了的，听得到吗？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啊，可以啊，好，再重复一遍啊。首先感谢大家在风雨中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记者招待会。好，首先。安乐在这边呢，对各位的致上十分的谢意。那我们今天呢，台湾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台湾面临的内外两大问题，对外就是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那所以呢，我们失去了大陆13亿市场，的澳元。对内呢，我觉得呢，最大的问题是官员贪污。因为一切的问题都来自在这个政府的官员呢操守不好，贪污是万恶之源。为什么呢？今天因为官员贪污，所以政商甚至黑三九。今天台湾的工程，我们现在天讲什么组织犯罪针对黑道，所谓的黑道不管是不是黑道，所以能生存，没有官员的贪污不可能。为什么呢？今天所谓的黑道最大的这个裁员就是政商黑商勾结的工程。台湾的工程哪个工程没有弊案？官员不贪污，工程就不会有弊案，工程没有弊案就不会有腐败。所以呢，正本清源就是个贪污。今天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的肃贪的决心我们都看到。台湾呢，你看嘛，台湾呢，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民进党执政，民进党就是一个贪污集团。他们当年的陈信宇讲过一句话：民进党谁没拿过爸爸的钱？他爸的钱怎么来？贪污来了嘛，海角七亿嘛。他点名了谁了？点名了苏贞昌、谢长廷还有陈菊，这些都不敢回应。所以民进党呢的贪污是竹凡不及被宰。陈其迈在这边大言不惭，他爸爸在干了什么事情？你看陈明文，他难道那么好吗？他把底标告诉人家，没有回馈吗？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各政党，我们现在提出两个：第一，组织犯罪，贪污也算组织犯罪。如果我们要希望加上一条，既然要办组织犯罪，贪污是万恶的源头，所以官员贪污也算组织犯罪。第二，一个政党如果不能约束他的从政党员，这个政党就应该没有存在的这个正当性。所以我们希望政党法加上一条，如果他的从政党员公职人员有5个以上犯了贪污罪，这个政党就应该注销，这才能够让各个政党警惕，能够约束他的党员。就像大陆现在人家共产党中纪委任何人贪污绝不手软，我们这边呢官官相护。所以我想呢，我们从第一步希望要发动公投，公投针对什么呢？针对贪污，要正本清源，台湾一定有一个连人的政府，台湾才有明天。就像今天我看到有新加坡的一个媒体过来，那新加坡的不管新加坡是不是威权，但是最起码新加坡的政府的连任政治我们都有目共睹的。那希望台湾呢能够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发动公投，第一件事情就针对贪污，我们要加上组织犯罪，如果说3人以上犯了贪污罪，这叫做组织犯罪。如果一个政党他的从政党员
因为借着政党的力量得到了公权力，而利用公权力谋取不法的私利，五人以上这个政党就必须注销，因为他没有资格再来领导我们的台湾。那这边呢，讲到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请大家来，要告诉大家最大的目的。谢谢大家。谢谢张总啊。可能外界一直对于对这两个法案的修正之后会有很比较情绪性的发言，但是总裁只是我们要很理性的从法治面，然后我们给予适当的缓急。然后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前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主任秘书陈龙阳，他现在是我们党的高级顾问，然后我们请他从立法精神面来谈这次公投法他的个人的看法。张总裁、张主席、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各位在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处长的顾问。那么刚才啊，我们总裁已经就这一次要为什么要发动这个公投，他的动机跟目的已经有所说明。那我再把这个公投的主文啊，两个主文再念一遍。第一个主文是为有效防止结构性贪污，建立清明政治，您是否同意将结构性贪污列为组织犯罪，在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二条增列贪污为组织犯罪手段之一？也就是说，组织犯罪里面有很多列了很多手段啊，胁迫、强暴什么，但是啊，这个好几个人一起贪污的，竟然这个组织犯罪竟然没有放进去。所以这个本党啊认为贪污才是更需要列为组织犯罪的手段之一，要把它列进去。第二个题目，第二个主文是为有效打击贪污，建立清廉政治、清洁政治，政党应督促其公职人员廉能服务，即对其公职人员犯贪污罪负连带责任。您是否同意在政党法第27条增列政党所属公职人员累积5人以上犯贪污罪，经判罪确定者，该政党应废止其备案？那么我们的政党法第27条对于政党要废止他备案只有3个条件，都是消极的条件啊，你没有开大会啦，你这个6个月内没有报备啦，或者你这个多久以后没有来登记，没有去登记了，那这个废止他意义不大嘛，他本来就不想玩了。那我们这个积极的要求，这个把这个政党所属他的公职人员贪污啊，增加第4款，列为这个应该终止废止其政党报备的必要条款，这是第二个。那现在我就这个立法程序跟技术部分来补充报告。这个立法修法的程序啊，有3个管道。第一个管道是主管机关草拟立法修法的草案，送到行政院审定以后，行政院再移请立法院来审议，经过立法院的三读通过以后就是完成修法立法，这第一个管道。第二个管道是立法委员有15个人以上的联署，提出了法律的立法案或修正案，在立法院承案以后列入议程，也经过立法院
三读通过以后啊，完成立法后修法。那第三个管道就是人民义工公民投票法。人民义公民投票法的规定啊，针对法律的互结或创制案啊，提出公民投票案。那经过公民投票通过以后啊，就具有强制力，具有强制力，强制的效力。那么依公民投票法的第三十条有规定，我念一下，有关法律自治条例立法原则之创制案，行政院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于三个月内研拟相关之法律自治条例提案，后自治条例案并送立法院或直辖市议会县市议会审议，立法院直辖市议会县市议会应于下个会期完成审议程序，也就是说，他是有强制要求你三个月就要提出来，通过也要提出来，还有你下一个会期大概是半年内应该要完成。请那我们这一次带头提的这两个公投主题啊，就是依循这一个途径，第三个途径。那在这个立法技术方面呢、啊？公民投票通过以后的立法技术是这样子的，它是这个，行政院有草拟法案的义务，行政院就是必须要三个月内提出这个修法的草拟。那这个行政院，但是我们认为为了这个清楚的列明立法修法的内容跟理由啊，就是行政院草拟要拟是怎么拟，我们不知道啊，他会不会动手脚，我们不知道。所以啊，我们已经在这个公投这一次推动公投的时候，已经拟了一个依立法的格式啊，拟了一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二条及政党法第二十七条修正草案的条文对照表。修正内容的说明及理由，我们就清楚发表列了，这样来一目了然。一方面让那个作为附件文书，公投附件文书，一方面让公民知道说，哦，原来是修这样，修的目的是什么，清楚的知道。二方面就是避免行政院通过了以后，行政院草拟法案的时候没有模糊的空间。你不能说，又另外弄一些那个，我们管他不了他，那个现行法律管不了。那我们清楚的，我们通过的就是这个，啊，没有让他没有模糊的空间，同时也让立法院在审议的时候，没有模糊的空间，没有再修正的空间，这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公投的，对，在这个立法的程序跟技术面呢、啊。我们呢，加以了这个做了哈，那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陈顾问他一直在立法院服务了很多的时间，所以针对我们提出政党法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的再修正案的一个公投案，在法理上绝对站得住脚。那接下来我们请到本党的法律顾问朱子庆朱律师，来针对于现行条文以及我们拟定要推出的一个公投的条文以及我们公投题目来做一个说明，谢谢。是中华统一促进党法律顾问朱子庆律师，针对于今天中华统一促进党召开记者会的主题，主要的是要提出两个公投议案。这两个公投议案呢，就是在总裁跟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规划下，然后呢来动员中华统一促进党。以公投法来实现台湾的清洁廉能政治，
大家都知道，过去的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党，都是贪污的主要的源头。只要是执政，就会腐败，就必须要杜绝贪污，才能创造清洁、廉能的政府。因此，为了有效的打击贪污，为了能够建立廉能政府，中华统一促进党经过了缜密的规划，提出了这两个公投议案。第一个公投议案就是我们把贪污列为组织犯罪的手段之一，而且这个贪污的手段变成一个是组织犯罪里面的一个结构性，一个结构性的犯罪，针对于强暴、胁迫、诈术等手段而言，贪污是更严重的一个组织犯罪手段。因此呢，我们的议案就是在组织犯罪里面呢，提出三人以上以实施强暴、胁迫、诈术、恐吓加一个贪污为手段，或者最重本刑第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组成具有持续性及魔力性的有结构性组织，这个叫做组织犯罪。贪污其实它的法定本刑也很高，可是有些贪污呢，有些贪污就没有被这个列为组织犯罪的结构，而且它一定是一个结构性的组织。贪污的目的呢，就是要牟利，所以绝对符合组织犯罪条例的立法以及修法的原则。而且呢，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犯罪手法，所以只要是政党所属公职人员有这个贪污为手段，超过三个人以上，显然就构成了组织犯罪。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公投提案的议案。第二个，既然政党的所属公职人员来犯贪污罪，台湾现在已经迈入政党政治了，那他的这个政党是不是应该负起这个监督他所属公职人员能够廉能施政、造福人民的一个义务呢？是不是这个政党应该就其所属公职人员如果犯贪污罪，要有一个连带的责任呢？所以呢，我们提出了这么的一个公投议案。如果一个政党不能有效的杜绝贪污，不能建立清廉政治，那这个政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还能够继续领导台湾吗？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政党法提出了一个公投议案。如果政党所属公职人员累积五人以上犯贪污罪，经判刑确定者，该政党应废止其备案。废止其备案以后，第二个就是要受这个解散。在这样的议案底下，绝对可以有效的打击贪污，建立起清洁政治。只要你有办法执政，你就必须有这个义务、有这个作为去阻止、去防治你的所属的公职人员不应该犯贪污罪，来危害国家，来危害老百姓。所以全民现在要有一个共识，我们不能只靠减掉了，我们必须全民自觉，我们要行使我们的公民权，我们有公投的权利，我们要在选票上、公投议案的选票上盖下我们的赞成票，赞成政党所属公职人员累积五人以上犯贪污罪，经判刑有罪确定，该政党应废止其备案。
贪污是组织犯罪的手段之一，以贪污为手段的结构性组织绝对是犯罪组织，应该用组织犯罪来惩处，这样才能有效的打击贪污，建立了我们台湾的廉政政治以及政党政治。这是以上今天的公投议题，请各位先进指教，谢谢。从总裁揭示我们提出这个公投议案的一个目的，到陈顾问针对立法精神的妥当性，以及朱律师针对法条部分的一个制定，相信本党在于整个公投案的提出，它是非常严谨，而且我们也会非常积极的来推动这个公投案。接下来我们请到本党的主席张富堂主席，针对本党未来如何推动这两个公投议案的一个人力配置动员情形来做一个说明。总裁在岁末寒冬，有劳各位媒体、各位党员同志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有关公投案提出的所有案件。我们作为本党主席张富堂，我们有责任在这一次，总裁刚才说明过很清楚，也经过律师、经过顾问专业的讨论，认为现在社会乱象跟贪污有密切关系。我站在本党主席的身份，特别对我们这一次的动员，在我们基本党员在全国，我们要以特别的一个动员力，能够在此时开始全党上下全力以赴，用行动来展现我们的决心。因为贪污舞弊是不根除，台湾将失去竞争力，台湾人民也受到很大的一个保障。这我们也更呼吁全国同胞能够共襄盛举，站出来支持。根据本党的结果，我们能够跨越1800余人的门槛，有绝对的信心。至于成案的28万人的联署，这种目标，本党也将结合社会各界，能够全面大家共襄盛举，能够让我们这个我们的目标能够达成。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郭正亮曾经说过，公投案修正案通过将是民进党最大的一个灾难。我要强调的是人民的觉醒，也对民进党无作无为的一个认知，对民进党当头棒喝。本党今天能带头来打第一棒，也敬请全国的同胞都能够共襄盛举。谢谢大家。从总裁、顾问、律师以及主席的这个报告说明之后，不知道媒体先进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张总裁，就是因为这次。
因为这次立法院三读通过这个组条例，会不会是通过这解读是统促党条款，会不会觉得说它这个针对性太强？然后另外推动公投的话，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就什么时候要达到目标？至于我刚刚讲到说它的这个组织犯罪条例有没有针对性，我们更不在乎。就像我们习总书记说过一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我有信心本党绝对不在乎他的这个修正的组织犯罪条例针对我们，对不起，我想是针对他们一个牟利性。我们知道民进党从陈水扁以下，我可以讲无官不贪，只是有没有去处理。我们本党会将来会针对打击贪污这个案子一步一步的来推公投，因为现在呢贪污的认罪标准呢太宽松了，不太宽松了，等于是对贪污犯的太宽松了。很简单嘛，柯建铭有没有犯贪污罪？绝对有。王金平有没有官说？绝对有。但是呢他们变好人了，那检察长被判罪了，这就是台湾。所以呢今天呢我刚刚也重复到了嘛，从你说陈明文他判个罚金，而且四天就知道了，他跟张花官讲说案子摆平了，这叫什么判个罚金？哎，你底标泄露给人家，你没有回馈吗？三岁小孩都知道，你也不是观音菩萨普度众生，没有去查嘛。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台湾呢，这我刚刚讲了，贪污是万恶之源，只有把贪污杜绝了，台湾人才有明天。所以我们就强调这一点。刚刚主席讲到，我要补充一点，他说公投法的通过是民进党的灾难，但我要讲一句话，是我们台湾走向连任政府，我们台湾走向这个人民最大幸福的保障。所以民进党是灾难，但是对民进党是警惕，不只是民进党，任何政党，包括万一哪一天我们本党执政也是一样，任何政党都要受这个两个法规范。你想嘛，你这个政党为什么讲政党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你这个政党动员或者怎么样，让你的党员得到公权力，当了县长，当了立法委员，当了议长，然后用这个职位来谋取不法利益，确国者侯，确狗者诛，现台湾的情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人民的怒火要站起来，我们本党将在对内要打击贪污，这次开了第一枪，我们会一步一步下去。今天我们有我们专家立法院的陈主任，我们朱律师，我们会在一路会走来，一定要希望台湾能走向一个连任政府。你看人家大陆习大大做得多好，什么善将，什么郭伯雄、许才厚，张扬还自杀，我们能做到吗？那什么亲夫案处理谁了？很简单嘛，是不是？我们天天在讲什么，那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今天还有新加坡的媒体过来嘛。所以呢我相信呢，我对台湾人民有信心，我相信我们公投一定会过，28万人的联署一定会过啊，最后在选举那天投票那天见真章。谢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组织犯罪里面，是因为它其实是也有持续性跟牟利性，对不对？就是就您的想法里面，就是想要推进公投的初衷是什么？
我想推头公投的初衷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要杜绝结构性的贪污行为。我们就讲陈水扁的例子嘛，刚刚讲过嘛，民进党谁没拿过我爸爸钱，这是一个共犯结构。陈菊还大言不惭嘛，我拿了钱是做什么党务活动，对，讲国民党的党产，哎，人家从日本人没收过来的，国民党领导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光复台湾的时候把日本的那个财产没收，日伪财产没收以后做党产，最起码妇联不要做公益事业。民进党呢，贪污老百姓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对不对？因为现在台湾一片绿嘛，民选哪一个凭良心讲话，所以我们要站出来，国民党不敢站出来啊，必须要站出来，我们站不站出来鸦雀无声嘛，一片绿茫茫，是不是？那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未来会不会担心在任何的陈抗或是游行活动，就是由土著党这边的党员去出声的话，会不会觉得说遭到组织犯罪条例这个法律的限制被刁难？讲过，虽千万人无往之，我们认为正义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就去做，三个字，不在乎，好吧？如果要在乎我们不敢站出来的，这种情况之下，在台湾万绿群中一点红，谁敢？我们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唯一我们必须走的道路，不在乎。整个记者会的最后啊，我们会让总裁、主席还有我们的顾问律师签署下第一份的联署书。虽然我们现在在我们整个全台湾各个党部已经开始展开积极联署了，然后我们现在请总裁、主席然后签署下这两个法案的也主诉。有前面要到前面来拍。
身份证资料要整理的是哪身份证资料？这个是吗？身份证资料可以稍微整理一下，身份证资料，手指稍微整理一下，坐你车过去啊！啊！你是我到时候你看不到我站门口等你。热，热到不行。门口不要热，门口不行。要转那么快，我的妈呀！要这样子很慢很慢的转。慢对啊，就跟着主持，跟着总裁，跟着主持转。很慢很慢。再来。